这是一个只有土著人才吃得下去的食物，名叫 Ramela。 先将其分成两半，然后把果肉全部掏空，剩余的果皮就放在锅里加热。接下来的操作由阿力完成。煮熟后的 Ramela 外皮松软，经过反复揉搓，可以轻松地将果皮上的种子剔出。这个植物的特性非常怪异，果肉不能吃，果皮也不能吃，种子也不长在内部，而是紧贴在外皮上。它的种子里含有大量的汁液，这一顿复杂的操作只是为了把种子干净利落地剥离。经过一道道制作流程，最终的形态就是一滩红色的汁液，这其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无机盐，这就是土著人的营养补品。土著大餐终于制作完毕，现在把汁液倒进锅里，阿力用手来进行最后的过滤。亲眼目睹一切的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因为阿力上厕所从来不用纸。随后土著人又拿出一个类似馕饼的食物，这个东西更厉害，它叫撒菇，吃一次三天都不饿。撒菇的制作方法我们后期再讲。食用方式很简单，就是在撒菇上撒一些软梅拉的汁液。鲍勃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了。尝一尝啊，特别黏呢，咽不下去。红色的这个汁儿苦，有点苦，实际上不好吃。这确实不太符合我的口味，但这并不影响本地人的感受，他们将其视为珍宝。吃完了软梅拉，土著人又拿出了饭后甜点，这吃的我直接怀疑人生，这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呢？我们下集接着说。哎呦妈，就是泥巴，纯纯吃的是泥。